要点给点将世界的心拥在一起，他要点给陈信诚，对，陈信诚，我们后天要见面喽，因为信诚他要飞来新加坡见我，没有了，他是来新加坡公干，顺便来跟我喝咖啡一下哦。OK，信诚Sam 他要点给信诚，他说班长这首歌特别点给。点给你的用心，每每有什么小孩的消息，小孩就是方继伟哦，小孩是他的外号，每每有什么小孩方继伟的消息，都第一时间通知我们这些铁粉。感恩感谢缘起的朋友们不离不弃，来临的七月又把我们紧紧的拥在一起。为小孩欢呼了，也感谢你的用心，也让我们接触了 Gabriel 这个听歌交友交流的好平台。最后的寄语，缘起的朋友，一起为小孩加油。我们除了你谁都不爱，会一直爱你直到永远，还会想你想到梦里头。OK，哇，Sam 很用心哦。对了，这种寄语。这种记忆，我看大概他要写大概至少10分钟这样吧。好，来再来就是 Kim Siu 他要点方继伟的悔给 Choi Choi。他说 "There is nothing that can't be forgiven. No one will never change. Maybe you're tired, but did not have a long way to go. An hour in the morning is worth two in the evening. I wish you all good today."好 ,Choi Choi, 这是Kim Siu 他要点会给你听的。好，再来高玉萍他要点方继伟的牌回给他的老公，寄语是愿你的人生道路上没有徘徊，只有无忧前进，快乐的做自己。好，让我们来 check it out 方继伟的好歌。好，信诚，这是 Sam 点给你的。是否曾经受打击，烧伤了你的心？有什么话不能说？要埋在心里，我告诉我所有的委屈，请你相信我对你的友谊。你说从来没有人真正关心你，往后所有日子里是否会珍惜？我知道所有的委屈，生怕付出后伤害是自己。当我看见你躲在角落哭泣，充满忧伤流露出所有内心的秘密，手拥抱你，请打开紧闭的心，别拒绝改变自己，将世界所有的心信诚，你做得很棒哦。是否曾经受打击，烧伤了你的心？有什么话不能说，要埋在心里？我告诉我所有的委屈，
请相信我对你的友谊。你说从来没有人真正关心你，往后所有日子里是否会珍惜？我知道所有的委屈，生怕孤独后伤害是自己。当我看见你躲在角落哭泣，充满忧伤流露出所有内心的秘密，为何还说不在意，为何隐藏你自己？请你让我伸出手拥抱你，这首是 Kiss You， 要点给 Choi Choi 的。There's nothing that can't be forgiven. Wish you all good today. 我的心微微地颤抖，仿佛在担心什么？如果你走出我生命中，我将无法接受。是你走进我说不得音符里，一切旋律因此改变。选择叫我不知该如何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明了，我在你心里有多重要。我不知道，我不明了，失去你我是否知道。
是你，有多重要我不知道，我不明了，失去你我是否会过得好，我不知道。好，这首是高玉萍她要点给她老公，这首歌叫《徘徊》，谢谢伊塞。徘徊，不是徘徊，是徘徊。希望你快乐的做自己哦。在春天酝酿一份爱情，想等待一朵花开，难免会害怕被伤害，更渴望有人疼爱，不知道该为空白的心涂上怎样的色彩，是否找个人谈个恋爱，就算对青春有个交代。我的爱为谁在徘徊，你带着阳光向我走来，在这样一个有梦有风的季节，有颗心半掩半开。我的爱为谁在徘徊，天空中有多变的云彩，如果依然坚持不把爱说明白，还会有多少的心愿意等待。这首是高玉萍她要点给她老公的，愿你的人生道路没有徘徊，只有无忧前进，快乐的做自己，希望你会喜欢这首歌。好，我们